迈进路某大型社区前，一整排汽车违停在红线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你没看错，就是九台车。你们车流量太大了，嗯，对啊，车流量多了，嗯，啊，但人家停车是方便啊。最近有骑士行经安乐区迈进路上，发现某大型社区整排车辆违停严重，将影片 po 上网，引发网友热议。现在主要商店街在接嘛、嗯，商店街在接，你不妨上下货怎么办？嗯，哎、欸，嘛是一站在那个应该也是要考虑的。嗯，就是把它可以的话，协调他们社区把这个做内弯进来。这样子大家都不会危险，而且也不会常常被警察扒。原来这个大型社区一楼都是商店街，道路原本只有两线道可以行驶，但常常有货车来这里上下货，导致其他车辆要经过时得跨越道路的分隔线，造成车辆并排险象环生。我们有跟管委会申请，所以才有办法停上来，不然那些车子其实是不好停的。有关该社区外面的道路车辆违停部分，本所平时均有派员在告发，但那个社区的一楼，因为它商家林立，那平时也会有货车上下货的问题，所以本所如果遇到这种状况，都会派员到现场去疏导指挥交通。专案警方强调会加强取缔违停告发，但有货车司机说开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，但要如何改善恐怕需要再从长计议。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。